银河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周的银河新 VJ 韦里安。我的首张同名全创作专辑已经发行了。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是我的首播主打歌《有没有》的 MV。那这首 MV 呢，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的有趣，就是导演用一个中间是360度的转盘，让大家坐在上面，然后我坐在最前面。然后摄影机对着我，然后这样转，外面是360度的布景，所以你在看 MV 的时候，很像是后面的布景一直在移动，一直在移动。而且呢，在后面的画面当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性角色，所以呢，大家除了在听这首歌曲、看我的表情之外，也好好注意这位角色的在做什么吧。那我们就来看这支 MV 吧。要轻松，也不会有沉重的枷锁。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, just like there's nothing wrong. 也许时间一长，就会遗忘，真的当是误会。的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？还是只有我？ Oh, 你有没有爱过我？有没有想？那时候，那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？